三。欢迎到 Robin 家，你好，我是 Robin。Robin， 我们今天要来干嘛呢？我们今天要开真假软软食物。没错，我们今天要开真假软软的食物哦。我们要猜一个真的食物跟假的食物，但是假的食物是软软，真的就要吃下去，假的呢也要假装吃下去，看谁呢演技比较逼真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可以转过来了。好了。好。好，我们来决定。这个里面其中有一个是真的，有一个是假的。Okay. 你想要这个还是要这个？给你选，你要不要换？要。好，你要换。好。一二三，打开。我的真的。我拿假的。试试看啊。我的是抽到软软的甜甜圈。罗敏抽到真的食物哦。我就知道爸爸的是吃的。对，你也给大家看一下。好了。好了，里面。这次换爸爸先选，爸爸要交换吗？轮流好不好？好，爸爸要交换。我要换。那我们就一起打开哦，一二三，哒啦，耶！我是杯子蛋糕，杯子蛋糕，一起吃下去哦，看谁是真的哦。好，一二三，爸爸的是真的，我是真的，我的是假的，妈妈，好吃哎，爸爸好吃吗？好吃，我是真的哦。可以给大家看，我的是假的，啊爸爸。假的，吃到拉肚子。吃完了。好了。好了，这次要来猜什么样的食物呢？你要不要换？罗平，你要不要换？每次都要换。好，那没关系，那要换啊。那我有权利再要换回来吗？那你要同意，你要不要同意他换呢？我可以换回来啊。可以。啊哈哈哈哈！那你们决定好了哦。决定好了哦。哇，泡芙，那一起吃吧。没有了，我吃完了。我的是假的。吃完了。没有了，这里。给大家捏捏看。看这是漫威蓝豹。好了。好，这次呢换我猜吗？换你要不要选？你要交换还是不要？我不要交换。你确定真的不要交换？没错，我就是不要交换。那好吧，我们一二三把它打开吧。一二三，哇！吃吃看，我的是真的。好，开始吃哦。这是甜甜圈，漫威弹甜甜圈。啊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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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，吃完啦！好了，换罗饼吃了。好吃。这是漫威糖甜甜圈哦，我刚刚吃的是假的食物，软软的。不过它弹回来真的很慢，我觉得还蛮舒压的。这个之前在白衣也有介绍过啊，不过我们今天只是拿来做真假食物软软的介绍而已，好吧？那我们就下一个吧。你要换吗？不要换，你确定你不要换？真的？真的，好，那我们就一二三一起打开哦，一二三，哇，好，
反而抽到真的食物会有点怕怕的，因为吃的好饱。因为我的是假的，我都没有看到。好，我开始吃吧。大鸭子吃。我是真的哦。你捏给大家看啊！宝宝，你不要一边吃一边讲，这样你会噎到。好，捏给大家看。啊，妈妈妈！假装吃完了吗？吃完啦！你要这样子啊，假装这样吃，这样好，把东西吃进去啊！你要这样表演啊！没有，要侧边，侧边。吃下去了。好了，今天就是我们的真假软软大挑战喽。那今天谁赢啊？什么？罗饼吃到比较多次啊。好，那罗饼赢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真假软软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大家还喜欢的话，我们就会再做第二弹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可以去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旁边的小铃铛也要按下去哦。我是罗饼，我是 Ryan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谢谢。谢谢。